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你们最近怎么样？你们还好吗？哎呀，我觉得我最近太胖了，真的，我觉得太胖了。你们看看，是不是太胖了？啊，因为我最近吃太多，所以我感觉我有点胖。因为我们厨师做的饭比较好吃，所以我吃太多，所以我比较就胖了。那我带你去看看。啊，他是我们的厨师，叫阿雷，他是这边的厨师。啊，阿雷，今天做什么饭呢？我做的鱼呀，红烧鱼。咦，你做的好吃吗？好吃的，好吃的，你尝一下。嗯，我不饿了，我一会儿。现在油里面炸出来，然后呢，然后放那个做红烧。嗯，好，好，好，让他这边炸鱼。反正他做的饭太好吃。我们问他，他什么时候开始学做中国菜？等一下，这个搞完了的时候炸油条吧。油条？对。啊，好。螺丝。螺丝还有外面螺丝，你那边。嗯，好好，可以可以。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中国做中国菜呢？啊？我。这叫啥呀？红烧肉呢？这个好吃吗？你吃过吗？这个很好吃的。嗯。这个很好吃的，这个中国可以吃的。嗯。那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习做中国菜呢？我半年。半年或者半年？半年。六个月。没有。半年。半年。哦，半年，半年不是半年。那个叫半年好，觉得它很强，真的味道很香。